Hello， 你叫我们要干嘛？我们要去 Skyline 空中缆车，然后它北岛跟南岛各有一个。我们来的是 Queenstown 的 ，Go！ 缆车加碰碰车，有分次数，三次跟五次，但是越多越便宜。那你要玩几次？我是觉得三次就够了，因为今天好冷，走在路上都冷，然后冲下去更冷。我们搭缆车上来了皇后镇最上面全景，这是湖哦，送你了，送你们了，各位，送你们了。这个是湖哦，不是海湾哦，超大。我们等一下要再坐上去，然后玩我们的滑板车，然后一路滑下来以后，滑下来以后再坐上去玩个三遍，冷死。Jinx。它就会这样子上去，然后勾着你的滑板车。那这边有一些注意事项，说不能喝饮料，不能拿手机，一定要戴安全帽等等之类的。好冷哦！超级冷，我手都冻僵了，我的手要炸裂了，超痛。耶！看看后面的美景。然后现在还在飘飘小雨。看前面的美景。啊，好冷！什么？耶！花钱受罪。看这个山上还有雪，是夏天吗？各位？夏天呢。这是我们等一下要滑的地方。然后看这片湖，像海一样。好冷哦。Go。第一次玩的时候要先教学，这些都是玩过的。好，教练带第一次玩。缆车把那个滑板车拖上来以后，就直接沿着这个轨道出来。
在室内的景观。我也拍照。室内观景台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要搭缆车下去，结束我们今天的旅程。